建设国家公园体制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重点改革任务，是我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。2022年1月17号出版的2022年第三期《瞭望新闻周刊》治国理政纪事专栏，聚焦武夷山国家公园是如何重塑治理体系、打造国家公园的武夷山样本的。专栏介绍了武夷山国家公园如何直面考题，建立严格系统的四化管护新模式。专栏指出，国家公园不能建成无人区，也不是隔离区，必须坚持绿色高质量发展，努力回答好如何管好人的这道特殊考题。